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大叔今天刚从金门回来，但是继续来开箱，好，因为又是来太多，不开不行。好，赶快开起来检查一下新来的东西，看有没有坏掉。好，好，今天开这个又是大只的，这个是三秀出了这个 Legendary 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蝙蝠侠。好，那这一只蝙蝠侠的造型，它就是黑暗骑士啊，是漫画版的，当然跟我们看那个电影的那个闪闪亮亮的战衣不一样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漫画版的黑暗骑士，比较传统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配色，就是这个灰色的战衣，然后胸前大大这个蝙蝠侠这个 logo， 哦，然后哎，哦，它的配上它这个很非常抢眼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战术腰带，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脸，比较成熟一点啊。哦，他虽然只有露出这个半边，可是我们看到他那个上面的那个肌肉的纹理哦，都刻画得非常的清楚。哦，等一下各位靠近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哦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一只其实它不是很重啊，可是因为它是这个身体是一体成型的，可是刚装的时候有点难装，尤其装这个脚的时候。哦，还费了一点力气才装上去，然后要小心是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手这边啊，这三个是刀子啊，刀子真的是蛮利的，我刚差点被它割到，拿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硬的，哦，这个也要小心的，不然撞到可能也会断掉。这应该也是，应该也是 poly 做的，不是真的铁啊，可是做的蛮尖的，要小心。两只手都有，哦，这边这一只手也有。哦，这个也是蝙蝠侠的武器，他的手套，哦，你看这里啊，如果坏人，哦，他的敌人去摸到，哦，被他割到的话，那也是不得了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战靴，他战靴前面也有铁哦，不是真的铁，可是做的很像真的是铁，哦，我以为他是穿铁靴，然后做的有点战损的感觉，有点。不是很新，然后它有点好像有摩擦过那种痕迹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这个塞秀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蝙蝠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的细节吧。好，预备 ，Go。
那我大叔又回来了。哦，各位刚有靠近看过他的细节了。哦，尤其他这个脸部哦，各位刚在我拍近一点的时候，应该有发现那个肌肉纹理真的做得蛮不错的。哦，这个虽然他只有露出半边脸，但远远看有那个感觉在。哦，有那个真人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一件披风啊，哦，刚在组装那个过程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披风？小心哦，这个披风够大吧？你看我手这样撑，我都撑不开，太大了。这个可能它整个打开我觉得啊，因为我的手打开应该也有一米五以上吧，超过了。它我整个打开都还不够，很长很大一件的披风，非常的壮观。哦，这个如果说有空间的话，可以弄一点那个造型，那个飞扬的造型应该是不错的。OK。这一支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啊，在2017年 SDCC 好像就那时候就有推出这个 prototype， 就是那个 sample 给人家看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过了很久之后才开了预定，然后开了预定之后又过了很久才来，所以这一次突然收到这一支我也吓掉，我还问那个 Marco 说，欸，我有订吗？哦，原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啦，反正就是真的最近才送到台湾来。我看国外有的早就已经开箱，我都忘了自己有订这一支。好，好，反正有来总比不来好了。好，这个是这个二分之一系列这个第一支的这个DC 系列的塞秀二分之一 Legendary 第一支的这个 DC 的英雄啊，就是用蝙蝠侠。好，那今天这个。这一支蝙蝠侠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希望有空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疯狂大叔玩具仓库。OK， 拜拜。